大家好，我叫文林，我是 Blanco Tinto Dian Gong 的四酒师。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是一罐九级白葡萄酒，它是 Castilla León Segovia 产区的酒。酒庄的名字是 Microbio Wines 年酒师是 Ismael Gofalo， 2017年百分之百的青葡萄 Verdejo。 它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是在这些酒窖中的玻璃陶罐中发酵和陈化的，每年仅生产380瓶，在酒杯中呈现黄绿色，酒体蜷缩，因为这款酒不经过过滤，闻起来散发着青色分离。青苹果也有意大利香梨和西柚的香气。如果酸度很平衡，酒体饱满，你现在就可以品尝它，也可以酬赏，期待它会是一续千年变化。这款酒和金钱鱼、三味鱼或者炖肉等脂肪含量较高的材料搭配使用。我希望您和我喜欢它。您可以告诉我您的想法，我非常高兴阅读你的留言。谢谢，干杯！